欢迎收看早安新鲜闻，我是张嘉轩。新闻开始带你关心保健最近化，不再只是瓶瓶罐罐了。日本清保健正夯哦，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民众清气喝清水，因为呢氢分子是最好的抗氧化物，能够选择性中和恶性自由基。业者也推出了全国唯一获得国家安全品质标章的氢氧保健设备，而这个氢气呢73%，氧气占27%的完美比例，解除房间长期吸纯氢造成慢性缺氧的危险。另外来看到。